第二十题，呈上题，他在第六次实验倒入六十立方公分的液体，请推算表中的 x 数值应为多少公克？我们仍然是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，每增加十立方公分液体，质量增加八公克；每增加十立方公分液体，质量增加八公克。所以这里增加十立方公分液体，质量要增加八公克。125加8是133，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请推算表中的 x 数值应为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133.0。